这边烤肉升起来了吗？有一些火，升起来，要加一点。那我来煮一个那个泡菜猪肉锅。大家对洋葱都没兴趣吗？那你们烤肉，我要煮。好，我来煮锅。呜啦当，这么重。耶！这个是牛小排。好了，还有什么？就拿来烤。哎，烤肉串。哇，还有肉串，高级了啦！哇，这我还有那个泡菜的小菜哦、喔，烤肉酱，你那里就已经进了。哦，有。心如，你那边不是有一个特别的烤肉酱？有，我那个是皮蛋，催泪皮蛋是给你们放在上面用的。哥，你帮我拿过去。好，催泪皮蛋是吃了会哭的意思吗？感动，好吃，好吃到哭，吃到哭，感动的感觉，感动。你帮我把这个切小小丁跟一些辣椒那样，是这样，这样。反正把它切短就好了。OK， 随便。心如，那个皮蛋的这个沾还是刷在上面？看你们想怎么样都可以啊。好，你也可以一片肉，然后把它开一口上去包起来这样。哦，哎，对，懂吃。哎，你们都吃辣的吧？没事。吃，爱。无辣不欢。好香，这样都已经可以吃。泡菜炒猪肉，有闻到哎。对啊，香哦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吃起来。我来试试这个催泪皮蛋。哎，要催泪皮蛋要。你跟他包饺子啊？对。哇塞！哇塞！我太大狗了。你会不会变喷泪皮蛋？怎么样？辣不辣？嗯，这是辣哦。我不知道，我说辣不辣？不然为什么是催泪？辣吗？不辣。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分享多一点，谢谢。嗯，反正特别味道，好吃，好吃，嗯。我要来学你包一个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它那个皮蛋味道好重啊，好香。肉片还行吧？嗯。怎么样？那个皮蛋？皮蛋很美味，很美味哦。嗯，它很特别，很可爱，那个味道很可爱。我来试试看，牛小排有多老？哦，比你老，比你老吧，比你老很多，我好嫩。嗯，啊，你是这样子切的、啊？我记得是我看我妈是这样子。真的？如果失败就算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有切好就好。这边有什么可以吃的了吗？还没。哦，还没。我在试味道。好吧。嗯。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些配的。小菜有海带丝、泡菜，还有鸭掌。哇！对，哇，鸭掌，黄金鸭掌。试试看鸡肉串，鸡肉串口碑目前第一名。嗯嗯，这你们自己刷的酱吗？对。那皮蛋，那皮蛋很可爱。拌面。嗯，那皮蛋很可爱。滚喽！好，好美啊！滚了。哎，我切葱切得更起劲。你葱是要放进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我的泡菜豆腐锅好了。好想吃哦，这个。哇，歪歪，不能毁了这一锅。结果来，就小心，不要打开。最好喝。耶。好吧，我感觉这锅汤也挺解酒的。对啊，又是解酒，永远都在煮解酒汤。可以，这个辣我可以 ，OK 吗？嗯，那好像也是属于比较厚辣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也要来泡菜锅。来，我已经帮两位先生准备好了。这锅晚上就更保暖了。对啊。这中午就吃这么厉害，晚上吃什么？对啊，放心一些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好香哦。皮很烫哦。好，谢谢。小心。啊，泡菜真的是一个很方便。煮菜的东西，它也可以炒，对啊，可以煮汤。告诉你，泡菜真的就是选好的、好吃的泡菜，基本上那个料理就好吃，就 OK 了。对，配白饭我也 OK。对，大家吃点心菜啊。嗯，我刚吃了一片，我刚抓一把，跟羊一样。这要配点肉，对不对？嗯。夹猪肉或者那个鸡肉串、啊，哎、啊，还有鸡肉，有鸡肉串，你夹的应该很好吃。跟它包那个皮蛋很好吃，蛮好吃。那个猪肉包皮蛋，猪肉包皮蛋，真的、啊，嗯。
这个很辣吗？催泪的这个不辣，不辣，不会比泡菜锅辣。泡菜锅不错，好好吃哦。对啊，爽哦。你等下加水再继续滚就好了。那我已经真的是需要汤哎、欸，真的汤跟泡面 ，yes。对啊，现在煮掉泡面进去也超好吃。嗯嗯。